该至少可以有三个套餐，这样超多的，超多的。那你们是怎么问的？是你们帮你们配的吗？店员配的。哎，很多我还在拿哎、欸，很多。他是全部单点的。他有三个套餐，然后其他很多都是帮我凑，帮我凑这样。一点包都是薯条哎。还有冰哦。还有冰。超多。Oh. 我跟你讲，这个店员真的很贴心，因为他很多东西都帮我加购加购，就可以省钱。Oh. 点的真的很好，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啊。种类多元，这样1000块，其实又有冰，然后薯条跟汉堡都有，其实就有一种一条龙的那种感觉。这饮料怎么都有，真的觉得超贴心。好的，第二间呢，我们就来吃摩斯汉堡了。反正我们跟他点，然后就很热心，他就往后走，他走到厨房去，然后不知道确认什么东西之后，他又出来，他跟我说：“好的，帮你点热狗堡。”这样我说：“哦，好不错，热狗堡这样。”他说：“10个刚好1000块。”他是帮我们确认有没有吃过热狗堡，我都快气笑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们今天吃单一品项，这是一个100吗？一个100块。你请问他进去厨房的时候有没有讲说好细？YT 频道见习王美小吴挑战到3间不同素食店，请店员帮忙配餐1000元餐点。小吴原以为能够配到自己心心念念的餐点，没想到竟出现意外结局，让一群人笑翻。是摩斯汉堡，谁是买麦当劳？哇，你好，你买麦当劳。那就你们是已经买很久了，对？那你们先来好了。好的好的。先问一下，你们看的量是满意的吗？好的，我们现在来到马街旁边的肯德基。我们是肯德基小组，今天要花1000元请店员帮我们配。是，那我私心是很想吃肯德基的那个青花椒系列，1000块应该是要配套餐，他们会比较方便。应该会给我们蛋挞吧？会白。一转头又突然想说好想吃蛋挞。是地瓜球啊？啊，对。你好。外带吗？对，我想请你们帮我们配一下1000元的扣打，可以吗？就是品项不限。必须先说一个小插曲，请说，请说。就是我们去的时候，然后店员是在一个比较不忙的情况下，柜台没什么人，因为我们是故意下午去买的。是的，是的。但我们去的时候提出这个要求，他们可能有教育训练，显得很为难，脸上就觉得他说我很为难，他说这边有菜单，你可以看一看。然后他又看了一看那个可能比较资深的大姐，他说不准这样动，这样子看看看，然后说可能这个比较符合你的需求吧。好委婉，了解了解。然后请我们自己点，所以最后我跟盛源就其实是自己选的，然后只选他选的那个，就是套餐期，对，以套餐去凑。那我们再看说，又有盛源帮我选，他有一叫做“仔仔快乐餐”，仔仔快乐餐，你说他是这样写吗？对啊，他叫“仔仔快乐餐”，仔仔啊，我是终于平民，好赞哦！盛源又有帮我选，在点餐之前。希望店员可以帮我们配到那个青花椒系列的，就直接点了青花椒，那个超好吃的，超好吃。但其实我觉得肯德基最好吃是薄皮嫩鸡，哦，还有那个紫包鸡饭，紫包鸡饭超好吃。可是我必须老实讲，我觉得紫包鸡饭以前的酱更浓哎，好像我印象中这样。刚出来的时候超咸，后来是我越吃越咸，还讲吗？应该是你越吃越咸。哎，我跟你讲，青花椒真的很好吃，而且青花椒是我日本朋友来这次来台湾最惊艳的东西，真的假的？青花椒的炸鸡，他现在不知道，我刚以为我们肯德基业配，对，你知道？哎，我们是业配哦。这样子买起来是1009，套餐价。那个是辣味炸鸡、辣鸡、原味鸡跟青花椒，可以自己选，可以自己选，他就是可以选8块，然后你自己配哪8块。还有2份中暑，中暑，我没有稍微吃，吃了很多，那个分量是我们吃过的分量，这是中暑，6颗蛋挞，2杯小杯的可乐饮料类的，然后小点四杯，有一杯消失了是吗？一杯快喝了。这个套餐里面是有一个汉堡，一个汉堡两个炸鸡跟3种小点这样子，然后地瓜球也有，这个很好吃，这个好吃，哎，这个好吃的，那这个小点是可以自己选，还是配好的？配好的，配好的，然后也好像也可以加价换别的东西，那蛮划算的，因为3-4个人吃1000块可以吃超饱，是等于把肯德基的经典的都在里面了，都在里面了，套餐好赞。Oh my god， 好饿哦，我现在喝点可乐。是辣味的吗？它就是脆皮跟薄皮，然后跟那个青花椒，这3种，颜色不一样，那这是薄。哎有点辣味吗？没有啊，它没有分辣不辣味，只有麦当劳分辣不辣味。是哦，但是它两个皮不一样哎，这应该是薄皮，薄皮跟脆皮差别。不知道什么？是薄皮，这是薄皮的。这是怎么那么脆啊？好脆哦！哎，
Oh my god， 这个好吃的。其实我光看着我也觉得这个汉堡比较好吃，颜色比较深一点点。我觉得我还是倾向青花椒。所以我先吃青花椒。青花椒还是最好吃。不管它脆不脆，这个味道就对了。青花椒开始应该只是这种季节限定，后来因为卖太好了。它一开始是联名而已。对对对，我刚才吃青花椒我吓到，因为好辣。然后我吃不了，真的太辣。真的很顶哎、欸，而且它是我觉得很少数长大后口味没有变，甚至觉得还更懂它的那种那个感觉。小时候吃就觉得就很甜啊，就甜甜的甜食啊，长大后觉得。焦香啊，什么甜甜的，现在知道它那个千层酥，真的好扯哦，酥皮很好吃。好的，第二间呢，我们就来吃摩斯汉堡了。我自己私心希望我这个菜的棒、啊，那个好吃，那个好吃，因为这个真的很好吃，或者是鸡块，这个、啊、鸡块超好吃，我觉得他应该会先配薯条跟鸡块，然后希望他钱还有剩下。摩斯的这个蒟蒻冰茶也很好喝，真的假的？嗯，它就是很爽哦。其实全部我都喜欢的，摩斯的全部我都蛮喜欢的。你要什么？切一块，然后随便点嘛，随便配。你知道这边是要带走？哦，带走。就带走。对。它凑满吗？还是凑满？超过一点点没关系。超过一点点没关系。那我直接帮您配10个热狗吧。好，行。好，再配搭。蛋糕1000。OK， 谢谢。吓到对不对？绝对意想不到！我跟你讲，我们是玩真的，你吓到说不出话。我们绝对是最强，我也觉得最意外的。没错，没错，太意外了，太意外了，太意外。这样算是节目效果吗？好像是同一种口味，我也是单点。对，单点，甚至不是对，连一杯饮料都没有。我就有10个，对，怎么办？怎么？不知道怎么办。反正我跟他点，然后就很热心，他就往后走，他走到厨房去，然后不知道确认什么东西之后，他又出来，他跟我说：“好的，把你点热狗堡这样。”我说：“哦，好不错，热狗堡这样。”他说：“10个刚好1000块。”他是帮我们确认有没有10块热狗堡，我都快笑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们今天吃单一景象。这是一个100吗？一个100块。哎、欸，这个我超想吃的、欸。有10块。OK OK OK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在外商上面有一些卖、啊。都一样。没有那个墨西哥肉酱。对，我跟你讲。因为它有2种，是新款，然后这个是起司的热狗堡，100块，另外肉酱的牛肉的是95块，就是为了整数，所以它是全部点这100块。太懒了吧？哎、欸，你觉得他进入厨房的时候有没有讲说好细？干杯了啦！干杯，与摩斯热狗干杯！哎、欸，我觉得其实应该不错，因为它起司很多哎、欸。它是要现烤，超级要等比较久。我觉得我很干的，我很好吃哎。就是你不会觉得你去摩斯想吃这个东西，但是味道是好吃的。如果你今天很想吃披萨、但你旁边只有摩斯的话，可以点。哎、欸，其实还 OK 啦，还 OK 啦。其实我觉得蛮惊艳的，原来有这个东西。它原本是有这个模板，只是没有披萨。我也想说它不错。它热狗堡好喝，热狗堡好喝。那时候我很困扰，说。如果他给我很多可乐怎么办？好困扰，很多红茶怎么办？好困扰，没有，一杯都没有，好干哦，一杯都没有，还、啊、要点摩斯鸡块也没有哎，有梦最美。你怎么想？今天想要10个热狗，但我好喜欢，但是我也好喜欢，我觉得它好香。对吧？知道我真的是脸就是这样，我觉得它好赞哦。对，就是重点来了，它肉酱其实给满满的。对，我先看一下，地铁量大。然后它烤得很刚好，那个也不会过硬。它上面是烤得焦焦的，下面还是软的这样。我们是麦当劳小队，没错，我们要花1000块让店员帮我们配，是不是？嗯，没错。这边要有鸡块，我跟你讲，麦当劳如果没有鸡块，我丧失那个灵魂。对，鸡块永远不能下架。我自己私心希望有苹果派啊，哎、欸，我也希望玉米浓汤好了，哦、玉米浓汤。像不要太多汉堡，很容易饱。对，拿1000块去问店员，他会配什么东西吗？可以帮我们用1000块的，就是随便配，你决定就好，然后凑满这个就好。我刚刚看到他点超多不一样的品项，好期待、哦！好的，第三个呢，就到我们压轴麦当劳啦。熟悉的麦当劳，我觉得应该至少可以有3个套餐。品项超多的，超多的。真的？那你们是怎么问的？店员帮你们配的吗？店员配的，因为他有跟我说你想要套餐还是品项，我说哎、欸、都可以这样子。他就在吃这样按，然后是要吃面包吗？然后要吃什么吗？我就说都可以都可以，然后他就帮我们决定出来。超多的，很多我还在拿哎、欸，很。多，它是全部单点的，它有3个套餐，然后其他很多都是帮我凑这样。一整包都是薯条哎，还有冰哦，还有冰，超多，超多。这是摩斯天壤之别，纯单一品项跟超多。
多品项，不错。哇塞，啊，非常赞哦！大薯大薯，饮料有几杯？四杯而且他很用心，他每一个都不同。对，哇，他连那个，他每个都帮我们看，然后帮我们确认分开这样，对对对。蜂蜜奶茶、蜂蜜红茶，然后热的也有，可乐，它就有点冰热都有，还有点他们新的也是 Oreo 的那个草莓冰旋风哦，所以它这个店员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我让你吃多品项一点这样，他还点冰哎，超不怕麻烦店员。对，那我看他单点品项，这是汉堡，他特别点了一个汉堡，纯的汉堡，汉堡，我没吃过汉堡，35块那个汉堡，我从来没有吃过，汉堡是33块，哇，然后没有，好像没有皮，哦，对，就是它有加酱吗？番茄酱，然后芥末酱，一点点洋葱丁，肉，酸黄瓜一块，这样子，汉堡。对对对，我有时候吃这个。有没有什么我没吃过的？我们现在对麦当劳已经太熟悉。哎、欸，那个应该是冰辣外卖脆鸡，辣外卖脆鸡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店员真的很贴心，因为他很多东西都帮我加购，就可以省钱。哦，哎，确实你买的很好。对，因为如果说那种面包，比如说原本比较贵，可是加购一下就会便宜一点。对对，这个应该没有特别吧？就是鸡肉的，我们好像平常都会吃牛肉的。我的话我是胖马生，对啊。哦，我们吃过胖马生的。因为我都吃菌菇牛肉安格斯什么的，对，那个超好吃的，它的酱是那种法式香草酱什么，不是集选生菜，它用的生菜跟一般的生菜不一样，集选系列，专业，对，好专业用词，你们都不知道吗？集选系列，然后你会这个盒装啊，像面包比较好吃，不一样，对，面包也不一样呀，而且你看它番茄有2块哦，超新鲜的，对，它的菜都比较绿哦，你好懂麦当劳哎，好棒，太多，它的炸鸡块跟那鸡的宝鸡块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不一样的。所以只有这个品项会用这个鸡了，只有这个品项会用到的。因为你看它长这样嘛，一块是蛮高级的。对，嗯。所以吃起来鸡肉跟金刚鸡腿不一样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炸起来外面比较多那种小面衣，就是它不是麦脆鸡的肉，也不是金刚鸡腿的肉，所以它是单独为了这个品项的一块肉，哎，点的真的很好。其实我觉得还不错，种类多元。那1000块其实又有冰，然后薯条跟汉堡都有，其实就有一种一条龙的那种感觉。而且饮料什么都有，真的觉得超便宜。我没有说模式怎样，对，你连饮料都没看到。我说金额压得很准，对，你们一个多一个少，我们一个。好，你们游戏规则符合，对，我们最符合规则。可是我很谢谢你们。很澎湃，因为它本来就是组合很多的，效果很多，对，效果很多，效果很多，对，